哎，他不讲二楼那边。等一下。旅店房有分一号楼、二号楼、三号楼。哦，喂，你们在上面聊啊？啊，这样快呢？那边几号？216。我的在二号楼。来来。216。216也是二层。你从哪里进？这是电梯，这是步梯，这是楼梯。啊，这是楼梯，那是电梯。哦。上楼梯。我们选择走楼梯。老伴做了一个奇异的举动，向墙壁按门铃。听听。哦，哎，来，218。218，你们这里还有吗？216。216应该是。看看你的新房。来吧。参观你的新房哦，哇，好啊，我们好啊，很有风味嘞。OK， 来去看我的了，来，你在我隔壁吧。216。啊，没有，我们把嘴巴抬下。哦。有点看不到那个湖了的，那么清楚了，有点可惜了。嗯，今天天气阴霾，有点让大家失望了。门票标题：净土喀纳斯雪都阿勒泰。天啊，老天爷不给力。窗外绵绵细雨。这段是从景区入口至游客服务中心，左手边美丽的额尔齐斯河，也只能隐约一瞥了。细雨中抵达游客服务中心，好的。
这个大街区域相当别致，建筑物都与众不同，大家赶紧拍照留念。这位是谁呀？哈哈，是秋秋啊，服务中心内的喀纳斯景区模型。 3D 立体让你更了解喀纳斯湖的地理位置，它处于三国的胁迫之中，哈萨克斯坦、俄罗斯、蒙古彼此的边界都已经非常接近，此刻我们已经与这三个邻国近在咫尺了。我们就是假的游客中心，就是景区大门口了，我们在那里集合。为什么在那里集合呢？因为三道弯呢都是自由上下，因为有腿不好的下不去，那你呢就一路坐上不下车就回到景区门口啊。三道弯是这样，第一道弯和第三道弯呢是下车就可以拍到，第二道弯要往前面走一点，然后过个地下通道，再走一点，再爬台阶才能看到，就是月亮弯要走得多，然后原路回来你就可以看到哪里上车。每一个点，每一个弯呢有下车点和上车点，下车点呢你就可以看到有人排队了，你就跟着拍完照就上车就好。因为坐车大约45分钟到50分钟，下车可能要10分钟，拍照再拍10分钟，三个弯，说那大概用多久？我到一般我会给3个半小时到4个小时。4点半在景区的就是游客中心，你下车下车游客中心终点啊，下车你就看到有房子了，有厕所，你在大厅里面等我们，不要乱跑就好了。里面有卖吃的，有卖水的，什么都有。那还有3个小时？对，3个小时，因为有三道弯嘛，有下车的，有不下车的。你要不想下车，就一路坐回去。建议啊，第一道弯和第三道弯都下车拍一拍。第二道弯你要觉得实在不想走 ，OK 就不下了。啊，腿不好的呢，你也可以选择了。这道下面来听我讲一讲，讲一轮，看你们听不听。OK， 我们现在呢？你们最好是自己跟自己的组，顾好自己的组 ，OK。然后，因为我们才找几个，不要讲单独走，我们要找个人。然后每一站下车，每人上车都可以。好，总之我们4点半在终点站集合，4点半可以吗？可以。够3个小时，够4点半。然后总之每一个站你要拍照几久，你要自己安排。等一下，4点半在终点集合，总之顾好自己的组员，好不好？可以吗 ？OK。然后不想下，不想走，直接到终点站集合。好。OK。因为是这样啊，他们每个站呢，有些人下车，有些人不下车。就一辆车可能有5个位置，有10个位置，有10个位置，有可能只有2个位置，所以说我们一个团根本就拼不到一起。对，说下山的三道弯是自由拍，然后等一下呢，走到那边啊，就有一个牌子了，你们拍个照，免得坐反方向。尤其是第二道弯月亮弯，你过通道去拍照嘛，回来还有过通道，过通道它有两边的，上面有名字的，一个是去神仙湾，一个是去下一个弯，你最好去下一关，按顺序走，不要走反了。OK， 你要走反了，你去问那里人，我要去景区门口出去，他就给你指方向了。OK， 总之嘴巴问人，该讲我要去下一个弯，或者下回。通告关于台阴天气暂时关闭，真不幸啊。关于台是观看整个喀纳斯最美最重要的地方，可惜阴天气，我们与它缘牵一面。排队乘环保车入景区是每个游客最感艰辛的一环，由于游客众多，队伍往往非常长，会给人一种长龙的可怕感觉。
这样的场面虽然壮观，但同时也给人一种疲惫感，需要游客有足够的耐心等待。现在还不是在旅游旺季，我想到了十月份黄金周，景区内的人流量会大很多，到时排队人潮会更汹涌，前面人还很多，这长长的队伍宛如一条蜿蜒的巨龙。从入口处一路延伸到前方，此刻我的相机所拍摄的不是景致的山水画，而是一幅既热闹又耐人寻味的排队画卷，相当讽刺吧。人潮汹涌难前行，长队无奈盼天明，心急如焚石难熬，一步一叹意难平，人群拥挤难以前进，心情是焦急的，等待的时间显得格外难熬。我这手势表达了在人群中等待时的无奈和焦躁感。车厢内的拥挤现象由于关于台经暂时关闭了，数以万计的游客全部同时拥往克纳斯小码头。这是通往喀纳斯湖小码头的步道，因为影片过长，喀纳斯介绍暂时到此打着，请继续观赏下一集。我是秋秋，谢谢收看，欢迎订阅秋秋生活笔记。我也不懂，就是走了。